我游泳啊，这个脚跟手爱抽筋，但没关系，我会游蛙泳，我也会潜水，搞起来，好的耶！我。我游泳呢，手脚容易抽筋。虽然我会蛙泳和踩水，但是我呢，觉得还是要模拟的去练一下才行。万一真的抽了筋，忘记了怎么踩水怎么办啊？手抽筋，脚抽筋，动不了。换气。怕有什么意外发生。提前练好相关的技能，可以怎么样啊？游完泳还能活着回家，